是像你吧？你知道那爷死的前一天晚上打电话来跟我说什么吗？你还不给我闭嘴！你有女人了吗？可恶的家伙，离婚绝对不行！你对黄组长死心了吗？黄组长不是吴专务的女朋友吗？要我告诉你周太直是怎么夺走高相关的财产吗？抽到黄金球的人就会成为黑夫人的投资伙伴。我中了！周太直，欢迎你掉入地狱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到8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闺蜜的背叛》。